应该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？上次就有推荐布美花他们的蜜粉饼了，这次也不例外的要推荐他们的新产品，真的太好用了。我真的没有在制造噱头，你们看这个包装美不美啊？我本人是觉得它好用才敢推荐，而且我觉得它的水粉饼不输给其他专柜品牌。你看它的粉质很细很滑顺，也不会有颗粒感。我现在脸是有点出油的哦，它可以控油，遮瑕力也很够。你们看，证明它是出油，可以恢复到原本一开始的妆感哦。它上完整脸呢，有一种微雾妆感的感觉，而且它主打轻透遮瑕，而且整体下来我觉得持妆力也很够。重点是它也不会有厚重感，我真的超怕上了粉饼会有超厚的那种感觉。没有，我最近妈妈的化妆也都会用这个，那妈妈都擦的时候，她也会觉得就是有一种水润感，看起来也不会粉感很重的感觉。而且啊，我试过一整天下来会不会脱妆，但我跟你们说，出油是一定会的，但就是微微的出油而已，只要在出油的地方啊稍微补一下，就可以恢复到原本一开始上妆的样子了。真的觉得美咖粉饼啊，没有再让我失望的。我记得它有两个色号，那大家可以去看看哦。